毕业后打工四年，每天都忙忙碌碌，但就是开心不起来，人生好像一眼就望到了尽头。终于有一天，离开公司后，我创业做了露营自媒体，每天依旧工作十个小时，开长途，拍外景，有时下雨，有时暴晒，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个通宵，还没之前挣得多。但是毕竟这是为自己打工，能为自己的未来负责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。